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知道啊，就是现在买房子很辛苦啊，这个年轻人要不吃不喝啊，数十载啊还买不起这样的房子啊，无壳瓜牛的苦啊，当然很多人会去用心去改善这个状况。不过其实有钱要去买房子，大概也会注意到什么状况，买的地方是不是增值潜力很好，也就是它地段要好，交通要便捷，最好旁边有两个捷运站，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这很难找。好，我们医疗中啊，我们看我们的器官中啊，其实地段也是很重要。大家看这样的一些细胞，这跟什么跟什么跟地段有关系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颗一颗的细胞啊，可以看得到它其实细胞核啊都是很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是肝细胞，一个一个的肝细胞，它地段好是什么意思呢？它跟这血管，这是血管，这是血管，这是血管。为什么？因为里面有白红色的，这是红血球。所以啊，你看它旁边这些细胞的旁边都是有这么多的一个血管啊，在环绕着它。也就是它真的是交通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状况之下，它能够达成它的一个使命。如果运送来的一些东西透过血管来，处理完的东西又透过血管送出去啊，所以这个运输的网络非常便捷的。所以我们这人体啊，真的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样的一个组合啊，才能够非常协调的运作。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它的功能又在哪里，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报告。讲地段的问题的话，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早期啊，其实地段也是很重要。一个市区里面常见的景物啊，一定在闹区中重要的市政中绝对少不了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宗教教堂。这是17世纪的荷兰的画家这位画家他呈现的方式跟人家与众不同啊。大家可以看得到这种教堂的一个庄严肃穆啊，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个结构中啊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情形啊。高耸的尖塔，整体的一个建筑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啊，以及啊跟上天之间可以做互动的那种感觉啊，在城市中啊呈现出这个的一个重要性啊。这位画家叫山列克，他本身在17世纪荷兰里面可以算是独树一格。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17世纪荷兰的画家，他常常着重在生活面，所以肖像画一般市民、一般市井民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面的呈现，或者是食物，或者是花卉，常常是或者是风景。常常是画作的主题啊，可是这位山列克这位画家，他就是呈现，教堂是他的一个主轴。我们知道，刚刚提到，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市政中非常重要的这个地段，一定会有教堂的存在，因为教堂它所代表的就是那一份的世间啊，非常辛苦，很难去承受。但是呢，透过这里似乎啊，有一些未来的一个空间呐、还有弥平世间不平的那样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效用，所以绝对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呈现。而他就把教堂里面外面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啊，在很多的画作中这非常细腻的写实的呈现出来，再加上光影啊等等的营造，让人家觉得哇，确实到这个地方啊，光看这样的一个画作本身就会起了一点点抚平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更何况他的画作里面其实啊，描写外表的所占的比例啊还比较少一点，更大部分的比例是内部啊。所以教堂内部你可以看到那份的空灵，那一部分的肃穆，那一部分那种的这个宁静啊的气氛啊，透过它这样一个非常高的建筑的一个结构，空旷的开阔的那种感觉啊，
柱子啊，圆柱本身似乎就能说法的那种感动啊，他描绘内部的这个情形，描绘的非常深刻。你可以看到，这个光柱子本身似乎就有那个非常大的稳定的力量，所以不一定是哎里面的肖像、里面的人物啊、宗教故事啊等等那部分在动人，光建筑本身就已经是非常动人的那种状况，震撼人心的那个状况。它更何况把人跟这个教堂之间的一个互动啊，描绘得入木三分啊，也就是人在这个教堂中所占的比例啊是非常低的、渺小的。所以走进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认知到自我的渺小以后，跟这个空间的呼应啊，也就能够弭平相当多心灵上的一个不安呐、这是有它气氛营造空间呼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好，我们回到人的一个结构，似乎我们也是每个细胞是很渺小，可是跟在这整个器官之中啊，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跟关系啊，其实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绝对不是疏离，而是任何一个地方它跟整个主体的一个建筑或者是主体的器官的结构中都有互相呼应的那样的一个效果。譬如说他看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树枝树干的这个情形吗？这是我们肝脏里面的胆管啊，你看画起来跟我们树枝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所以大乾坤小乾坤之间的这个相似度其实是蛮相似的这个状况。它为什么要有这么复杂的一个网络啊？最主要理由就是因为我们肝脏的一个功能啊，它非常多的功能，其中一部分很重要功能就是制造胆汁啊，胆汁是在肝脏制造的，所以胆汁在肝脏的这个细胞里面制造以后，它会透过这个绵密的网络系统啊，送到胆囊胆管这个地方来，先透过胆管，最后在胆囊贮存，需要消化的时候，它再分泌出去啊，对脂肪的一个消化要发挥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能。所以啊，这是肝脏的消化的功能中具体的一个呈现，所以它需要有这么样的很复杂的这个结构，它的一个存在。好，一个50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她出现问题啊，就是反复性的肝脏里面的胆管发生阻塞发炎的这个状况，一发生发炎，它就是右上腹部疼痛、发烧，甚至于产生黄疸的这个状况。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呢？给他做这个电脑断层的一个检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小小这个地方啊，黑黑的小小这个地方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其实就是胆管，就是它局部的一些，这是整个是肝脏的一个状况，里面的胆管啊，胆道有一些阻塞的一个状况啊。阻塞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白的这一颗在这个地方，这结石并不是在胆囊里面，而是在胆管里面发生结石的这个状况。所以结石在胆管这个地方结石以后，它当然胆汁刚刚看到那个结构很细致，联系之间是非常通畅的，这个地方塞住了，当然上游就扩大起来，胆汁就不通了，细菌就容易在那个地方繁殖啊。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开刀中给他做这个胆管摄影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他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膨大的状况，这个事实上原先是缩小的状况，这是开完刀以后把它变得比较让它扩大的一个状况。为什么要做这个？原来这个病人啊，其实人啊，这确实结构啊是很复杂，所以也难保有时候在结构中也会发生一些异常。它的异常点就是在这个分支的胆管这个地方啊，它有局部的狭窄，所以狭窄以后胆汁通得不流畅，后来就变成结石啊，后来发生感染。所以把它结石取掉并不代表问题的解决，而必须要把这个狭窄的胆道重新再给它扩张啊，让它能够发挥这样的功能。所以我们的肝脏的细胞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这旁边都是血流的一个环境里面来达成它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的肝脏它会送到很多的血液，是从我们的肠胃道这个地方吸收来的养分啊，它会送到我们的肝脏里面去啊，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分解啊，做一些整个处理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工作负荷是很大，但是呢，因为它交通便利的关系啊，能够适时的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来给它完成，所以结构实在是非常重要啊。不过有时候到这样的一个宗教庙堂里面去，感受那一份的一个空旷，让自己内心也跟着高大空旷起来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